共实现三个愿望，我就能转账了。心里是许愿的高峰期，这次转账肯定没问题。今年来我要第一个许愿，我希望我以后能攒得赚钱。走你。嗯，大过年的真可怜，给点吧，给点吧。还真是大家赚钱，我不满意。任何东西都不是轻易来的。居然还不服气。新的一年，我希望我变成世界上最美丽的人。最美丽的人是我要怎么来天堂啊？